Things that I usually don't. Find my way through a hotel.
今天一共看到宝贝有没有？昆玉白菜，白菜，对，那是非常酷的。因为你也可以有一个淡定，直接就可以。对对对。然后看这个麻辣烫掉，好闻。我去花莲店那个天文科学，我的窗台有五颗，要帮你收吗？大家有需要这样子是不是？So many walls.